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最适合你们两位了。你们这祖国文学界两位代表啊，咱们这个王部长还有徐老师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啊。我要说说的啊，是茅盾文学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谁得奖，说五部长篇。是，你看现在啊，这已经门前寥落什么什么兵，这车马稀啊，已经到什么程度？那说是上海的书店，说往年茅盾文学奖颁布第二天，咵一下获奖这几部书就找着了。现在上海很多书店基本上就拿出两三本都找不齐，而且摆在那儿说也乏人问津。但是呢，书大家不去看。但是大家喜欢的这个拱火聊，对吧？聊一下就聊出很多问题来，所以你们两位是有经验的哈。说这次茅盾文学奖有几大争议，第一，在初评阶段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怀抱，但又在二轮投票中淘汰了全部网络文学，全军覆没。这那网络写手感觉啊，拿我们耍呢，对吧？然后呢，这个其二。五部获奖作品结果公布后，得奖最多的知道是谁吗？得奖最第一名是张伟啊，张伟，你在高原，在高原对啊、嗯，说是长达多少字了？450万，450万，这也引发了读者的常识性的质疑，嗯、说你们就那几天时间，你这评委怎么看完的？450万，在短短几周时间，评委很难全部读完啊。第三呢？是今年的评奖条例做出自我修订，重大变化就是首次实行投票实名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名制是不是真的抑制了跑奖和会奖。哎呦，还有这事儿，一文学奖值当的吗？说某些省市甚至会倾大量资源派团队公关推动本省的作家作品得奖，这我倒没想到。还有说茅盾文学奖前十名当中有八位都是作协主席，被网友戏称为作协内部游戏啊。第五，作家严彦文炮轰本届评委会副主任李静泽是人民文学主编，而推拿和一句顶一万句最早就发在人民文学上，所以呢他应该放弃获奖什么或者取消资格，这是几大争议。哎，你们有所耳闻吗？王老师没有。你看，对茅盾文学奖什么都没听说。没有，我是啊，我比较有兴趣的这次啊、是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次评奖啊，实际上是对，就是后知青就知青那一代的一些优秀作家的一个承认。比如说张伟，我记得是他古传，好像是。对了，朱。张伟呢，其实呼声最高的是过去啊，是古传。嗯，说古传呢，就是因为当时吧，有一些说法没有啊评上，但是后来又屡屡被提出，但是被提出呢，因为时过境迁吧，什么原因我也不太了解，反正就没有再评古传。张伟这次还有莫言，这个有谁？蛙就是他小时候叫蛙的蛙。这莫言呢，他老和这个张伟老是没得这个茅盾文学奖啊，有很多人呢是心里头有点冤，也觉得有点干嘛、因为呢他们是以长篇为主的，尤其是张伟确实是以长篇为主，他这个450万字看完没看完，这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是他真是一个能塌下心来啊，就是认真的写作的这么一个写作人。莫言呢，就是说是很多外国人看好他。我在这儿说过，我不知道这个谁文涛你记得不记得，我说我自己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现在当代的这个作者里头啊，翻译到国外作品的最多的是莫言，到处都有他的翻译版本最多，我是第二名。哦，我原来想争着第一名，后来一看跟咱莫言老弟比不过人家，他翻译出去的多，特别的多，这也是真的。还有这次还有刘震云，对，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这个呢，对我来说也有一种好的感觉，
因为刘震云的写作也有他的特点，嗯，而且他还是比较这个就是接地气的，比较就是用老百姓的观点，用这个什么草根手机就是他的，对，是 是手机他多了，他什么、啊、什么鸡什么一地鸡毛，什么什么他有觉得，嗯，他就是比较用那种草根语言，草根他们说他新写实主义，对了对了对了，还有一个是毕飞宇、毕飞宇呢，他不是他是后知青了，他不是知青了。刘震云好像也不算知青了吧？对，也稍晚一点。晚一点、嗯、那个张伟，张伟莫言算。算。嗯、我是从这些人物上，因为我也熟这几个人，嗯，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我听了，我觉得还就是比较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啊、就是！这个主席呀、啊嗯，我们这么看，是吧？一个是因为他得主席当主席而得奖。这个我觉得这开玩笑，这个不会吗？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写得好，他们当主席。哎，这当然了，是吧？张伟呢，在山东啊，因为这个这个作家文人相亲肯定。哎，这个山东的有些作家吧，互相之间不见得都是那么推崇啊，都那么服气的，所以张伟。在山东能当上这个作协的主席，并不是很一帆风顺的。我觉得，当然我也不宜于再多说别的话了。啊，所以说是，还是首先他们写得好，后当的主席。不是说他先当的主席，然后大家就认为他写得好了。哎，那大概不至于。我不知道，子东你说。其实张伟吧，我开始也不是太注意。最早跟我推荐张伟的还真是王蒙，我还记得有一年在香港，你他真跟我那几个我一直很注意，什么张承志啊、王安忆啊，这个包括阿成啊什么，就这一批一线的作家里边，他很早就跟我讲啊，张伟，他说这个你要注意，这个很好的作家。我也去过山东作协副主席一大堆，其中还包括那个后来写那个就是那个闹笑汶川地震的闹笑话那个做鬼也风流的那个做鬼也幸福，我还就这事问了张伟，我说这人这什么问题啊？他说不是问题，就是多年一直受党教育，就这脑子他诚心的。我说他是反讽吧？不是反讽，人家真心歌颂啊，就是总理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话，这说明张伟啊，就是说对他下面那些副主席啊，他也是蛮体谅，蛮了解的。你知道这个山东人比这豪爽，你这个什么？最近我看一个新闻，诺贝尔的那个评委马悦然，这已经揭发了，说多年来。他收到不少来自中国的作家要给他行贿，想让他去评或者提名诺贝尔。他甚至举出很具体的例子，说是一个在香港出过很多诗集的一个香港女诗人，曾经给他寄过5000港币。这堆少点了，就了吧，这堆少点了。所以、这就说到一山东的文化干部就大方了。山东的文化干部，他说连续给我写信，写了18年，年年给我写信，说他讲得很干脆，就是说钱我也不给你，对吧？我得了诺贝尔奖，奖金归你，我只拿名，说奖金归马悦然。然后马悦然说，从今年开始他不写信了。后来他打听得呀，这个山东文化干部给诺贝尔评选小组主席写信了。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阴谋论的社会了。就是说，你比方说，我是听说过啊，什么书法家协会主席，什么反正画家的一个什么主席，书画这多少万买一个，多少万都能买的，都能交易。买到之后，你想他随便写几个字儿，他就值钱了呀。真的，你说哎，这文学奖没这事儿吗？中国的这个怎么？文学奖有也有这类的事情，现在也很普遍，现在有很多作品。尤其是当代的作品啊，找评论家写评论，那都是送钱，
那是很普遍的，那有很多评论家现在就摆明了，要是没好处的话他不会给你写评论的，而这些写评论也是进那些初选提名的某些先决条件等等，那些事情都发生。但是就这件事情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王猛基本判断是对的，因为从这几个得奖最后得奖的这几个作家呢大致靠谱，就这几个人呢、啊、对的话多年来他们其实也应该得奖。但是整个过程这件事情呢同时凸显了两方面，同时凸显了文学现在的边缘化，就是其实你要不是网民这么炮轰一下，那矛盾文学奖在哪儿是什么？真的没人 care。我跟你说啊，他们得感谢这些个挑起争议的人。所以这个网民这样一挑战呢，反而使得大众的这注意力在新浪首页重新谈到文学。所以就对作家来说别抱怨，我觉得作协什么别抱怨，就是说哎，他们怎么这么误解啊，以为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好机会，让全民重新有那么一瞬间，可能也就很短暂的一瞬间，注意一下有人在写几百万字的小说啊，注意一下这个评选机制里边是不是有应该注意的问题，注意一下它跟网络文学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是好事，不应该抱怨，我觉得作家也不应该抱怨。这没有什么，这个这里头的事情啊，就是上一届说是几年以前嘛，四年以前那时候是几年以前、因为我也没参与过这种工作、虽然我跟作协也有很多的交往、他们为什么不请您呢？我没有时间，我也不会参加、这忒费事儿。您别说四百万，就45万字让你看一遍，让你没错，而且是看十本，你要看不看书。不看出病来才怪。香港有个《红楼梦》长篇小说奖，我就一直做他那个初选委员会的主任，也要命，被钟麟搞得苦死，几十部长篇小说。那你真看吗？我当然真看啊！你不看你怎么能写这个意见呢？你不看你这太那更对。所以网友怀疑嘛，太对不起人民了。我那时候极力推荐史铁生，最后也没得奖，但是我莫言有得奖。那个好家伙，莫言也得很大的。莫言在很多地方生死疲劳，对。上一届呀、也有让我满意的，贾平凹得奖。贾平凹呢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也是这个小说家的清腔，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非常实力派。但是呢由于他的有一些作品呢别人有啊不同的看法，废都所以呢就我觉得如果不给贾平凹发这个奖的话呀，也是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很难过的，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文学上，你不能说因为对某个事情有点不同看法，就压着人家。对。另外上次像迟子建，她比较年轻的一个女作家，她得奖。还有那个周大新，我觉得就是这两次的这个阵容啊，我觉得真是从我这儿我是能通得过的，我是。满意的，说我说实话，说那450万字我也没看，是不是？我累得慌，我主要是别的，没别的，这完全就是一个生理的疲劳的问题的一个考虑。我觉得现在写长篇小说的人了不起啊，看长篇小说的人更了不起。不过哪还有功夫看？从程序上来讲，他们提出这个疑问呢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后来看了那些评委的回答，他们回答都是说，我看了一部分。我掌握了他的基本风格，基本精神，我觉得这个都讲不过去。这个评委啊，你就说，我看了前后看了一下，或者是像我说实在话，我以前看过张伟的作品，我觉得他不错。但你不是这个不行、我也是这样，因为我看过他好多，我看过《古船》，看过《九月预言》，还看过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家族啊，家族，哎，我还认真看过他的家族，反正因为他写的也忒多，这个比我强啊，我就看过费都，但不，费都是贾平凹的，但是他要是以评委以这个理由来说，我为什么投出这一票？虽然这450万没看，但以前他那不错，听着差一点，那这个在操作层面上，锵锵行，锵锵说这个虽然没看，我原来看过，没错，对，这锵锵人家不至于骂的，不至于骂的，掌握了他的基本，没错。你看人家那个评委都说了，对于我们这种有充分阅读经验的评论者来说，读一部分我就有个大致的判断，
我们现在更多的不用读完，是验证这个作品到后来会不会松下来，结构上会不会垮下来，还这么判法眼呢？这个是被人这个嘲笑。但是你要说这个话，我咱们都实话实说。你比如包括当编辑的，所有的来稿你都一个字一个字的能看起来，绝对是不可能的。有的真是看上几页，在中间再翻翻，啪就那就扔之自之楼了。那这个就是你说退稿的那些。对呀、啊。对，退是这样，但是你得奖的。得奖这个你应该认。反正我自己的体会是，我知道我那个功夫花得很冤。但是你不看完了以后写这一段，比方说史铁生新的一部，那我以前你要写一个评语，我要写下去，评语不仅是作品，就学校学生作业一样啊，那很长很长的，你说你看一头看一尾，给他大概个成绩，没人监督你的，这个时候真的只凭一个就是怎么来说，叫职业道德，就职业道德，我也不能说良心，就是说职业道德，你干这个活儿。你拿这个钱，你这点得基本做到，也不是说什么高尚的良心啊，就是说这是你干这个活，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程序上，另外他们还提到一条，就是说利益冲突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作品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有些作品它的责任编辑就是里边的评委，那么这个时候在香港的习惯呢，这种时候呢一般申报回避的，因为你知道，对了，我是责任编辑，你得奖了，我出版社也得好处，我也得奖金啊，对，我也得奖金啊，而我又是评委，我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颁奖吗？按说应该避嫌。这套程序啊，我觉得作协呢也可以引出一套教训。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工作本身呢，它绝对有改进的空间，是吧？包括人员，是不是啊？你这个参加的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是不是就是最佳人选？对对，所以你要这些方面的改进的空间多了，这种问题那就对不起了。那所有的这个评奖当中都发生过，那你马悦然评这个给高兴建得奖，译者是马悦然，对对，是不是？那高兴建的书译，所以这些话就，反正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当然别人给马悦然写那么写信，那是我听了以后也挺恶心，也够恶心的。奖金归你，名归我。不是，不，还有你刚才不理解，说为什么各个省现在一般的网民根本不注意这个矛盾文学奖，为什么各省还会调动很大的力量来北京来拉票呢？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这个是国家级的文学奖，你得到这个奖在地方上，尤其是地方的宣传部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成绩，甚至是政绩，因为我据我知道这就像全运会拿金牌，对对对，还高。他的意思比方我知道是王安忆的那个叫什么长恨歌哈，已经很出名了，口碑很好了，台湾的也出版了，可是他迟迟没拿到那个茅盾文学奖，等到他拿到茅盾文学奖，上海宣传部还给他很高的荣誉，给他庆祝，说明你得到了北京的官方的认可，很重要。哎，我也有个问题问问，很重要。这王老师，王老师，您说啊，这个是不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说真不真牛啊，要看他写不写长篇小说，能怎么说？这个不是写出过硬的长篇，不是绝对的。但是对小说家来说呢，那么长篇小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不写长篇呢是一种遗憾，我是觉得，但是呢，你这又有根据不同的情况。那契诃夫他没写过长篇小说，他写过大的剧本《多幕剧》，另外其他都是短篇小说。鲁迅也没写过长篇小说，鲁迅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茨威格呀，好像写的也不长，也不长。那当然还有了，还多了，是吧？像这个，我看那个苏珍·契佛。就是苏珊齐佛呀，他就说这个齐佛对自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啊，内心里头压力是很大的，是很苦闷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鲁迅现在呢有另外的一种解释，这我觉得也有点可笑，就是把鲁迅没写长篇小说说成因为鲁迅要忙于革命战斗了。
要和坏人和要和坏人作战。是，我也听说过。鲁迅想写一个关于唐明皇的长篇小说，是是是，杨贵妃，杨贵妃，杨贵妃，他的说题目都写上了，叫杨贵妃。他其实也是引以为憾的，就没写成长篇，也是引以为憾的。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那时候忙于跟那个反动派写杂文做斗争，不是，他是这个，我觉得不好说，就在哪儿呢？如果你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那你们杂文呢？这是鲁迅本人的话，是匕首和投枪。那你长篇小说你是原子弹呢？航母，航母啊，是吧？你派一个航母去跟这个国民党反动派，还有日本什么什么什么帝国主义做斗争，你不更棒吗？你怎么会一写长篇就不斗了呢？就因为敌人已经近身。非得拿出匕首，没时间叫航母。您的解释好，这解释好，对吧？明白了，明白了，好。明白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啊，就是这个网络文学，全部被拿下。这个我也能，这个我能理解。就是说呢，要是我是一老评委的话啊，咱是愿意放开怀抱，可是真拿起这些。和我们这些个450万字，在因为你要按一个我的传统的文学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可是这个分明非常分明的。是这个网络文学确实很难入选。不，它不是说质量上的分明，它也不是说艺术水平的高低，而是种类的不同。对，所以这个最好是分开评奖。日本呢、纯文学有芥川文学奖，通俗文学有直木奖。所以他根本就分开，你很难把 Lady Gaga 和帕瓦罗蒂放在一起，你一定要评那个，有的人喜欢 Lady Gaga 超过帕瓦罗蒂。但是为什么网络文学里头就没有帕瓦罗蒂呢？不，可能会有，但是它一样也是文字载体啊。但是它有很多特点啊。现在它从纸面文学的要求出发，它要求网络文学再好也要先印成书，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嘛。你要他先印成书才能参加他的评奖，其实对他们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因为网络文学有他的，对，他互动啊，他不断的变化啊，他要拉住读者啊，所以他的故事情节要长，水分要但是我现在老觉得，比如说为什么不会有一个现代的贾平凹，他就在网上写了一部他的秦腔呢？当然也从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是吗？说今后会不会也有的人他宁愿先在网上发表，起码网上的快一点吧，是不是？是是 是, 是，而且网上的受众更多呀，所以这个我从理论上完全可能。我呢就一直啊，是我常常被问到对网络文学，从这好多年以前就被问到，我说我本人非常欢迎。但是我看的很少，为什么呢？我这白内障，是不是？这视力，您让我在整天的看，弄一个电脑在那看那小孩们写的那个网络，我实在是做不到。所以他写出来好不好？我看到的那些，都不像是最好的，但也都不差。